今天我两个小外甥来我家了啊，孩子们都聚齐了，他们可开心了。我去买点大猪蹄儿，咱今天中午就给他们炖一锅软烂透骨的红烧猪蹄儿啊，他们都可喜欢吃了，做起来也不费事儿。走。把猪蹄都烧一遍，这样吃起来不腥。烧好了再多洗两遍。好了，焯焯水去。来点葱和姜，再来点料酒。我烧开，把浮沫稍微撇一撇。焯好水了，捞出来，再来热水里洗一遍。稍微清清锅，稍微来点油，炒个糖色。倒上热水啊，看这糖色熬得多漂亮，端出来一会儿留着用。妈，看我们家这么多米面油的，那不动了啊，快过来保我一下。这些没这么多呀，花多少钱啊？没有花钱，这是我好的打腰梦了。我前几天刷到平台上的生活用品抢先转场，他们就说要承包我们一年的生活用品，放出了10000个体验名额。我试着点点，没想到就抢到了，收到快递居然有这么多。妈，你看，有6型20包的纸巾，还有6桶10斤的食用油啊，6桶洗衣液，还有这些杂七杂八的洗发水、沐浴露、牙膏、牙刷，每样都有好几份，一家人都够用了。而且还都是超市的大牌子啊，用着也放心。这么多沐浴露、牙膏、牙刷，这可用不完。这在超市里没有7800的，买不下来吧？偷拍拍妈，你也去拿手机抢点，估计还没什么人知道咧。我把快抢通道的链接放评论区置顶了，库存实时更新，链接能点开就是还能抢，反正也不吃亏，多拿几台手机点一点就好了。那我拿手机也去抢抢的，反正给家省不少的啊。可不是，我炖上猪蹄儿后咱就开饭了啊。锅里稍微来一点油，葱姜蒜爆香，把香料放进去，一块煸香，把猪蹄儿放进去，多来一点生抽，老抽少来点，锅边来一圈料酒，蚝油来点儿，加上热水，炒好的糖色倒进去，放点盐和胡椒粉，再来点葱蓉调味料。行了，这都弄好了，大火先烧开，中小火上炖一个半小时啊，小火慢炖会儿。炖了一个半小时了啊，又焖了半个小时，太香了，好有食欲啊。再撒点小葱花，你看咱炖的猪蹄都透骨了啊，我觉得他们一个人能吃一个呢。走，赶紧吃饭去。红烧猪蹄做好了，这大阵的呀，我都等不及了。看你累，静静给你炖这么多猪蹄吃，来，多吃一个，给你小套。妈，给吃个大个的，这么大吃不了啊。吃了了，多吃点。他说我们老喜欢你的香。太满足了，我。